遥远去，我特别思考，那样回忆会不自觉闪过。房间角落滴着泪水的豆蔻，拆开发现是送给我的相思，是我想太多，是我想太好，你突然消失是我从未想过。你有过遗憾吗？你爱过我吗？我们这么久没见，你还记得我吗？你在哪儿啊？我在找你啊。难道结束只留下不适合这句话？你有过遗憾吗？你爱过我吗？找到你啊，我在这儿啊，我一直在等你啊，你可不可以回头看看你把我留下。真的很开心，但我觉得其实我也问一下，就是那个女孩，她举了个我和高圆圆的合照，是为什么？行，四舍五入算高圆圆来听我吧，算了，很开心，很开心，真的，这是我第一次来烟台，然后确实来到这个舞台上还是很紧张，因为紧张点在于其实，对，因为大家。都是专业的歌手，然后说实话，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参加音乐节，其实很多朋友问我说这个并不是自己的本职，然后为什么一定要来，我觉得我一直说拍综艺啊，看拍电影啊，然后其实很少能跟观众这样离我的白月光很近，我觉得这样的话感觉很好，因为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因为前两天是我的粉丝，然后成立了周年，
本来当时想掐着时间，正好在六周年那天，然后正好有这个音乐节，但是没掐住，掐晚了，就掐错了，确实。所以今天呢，就当我们过六周年了，好不好？很爱你们，真的很爱你们。真的很感动，因为真的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过来听我们唱歌，真的很开心。那下一首歌呢，是有一个自己很喜欢的歌，然后但不是我自己的，刚刚唱的这首《破绽》是我自己写的歌，然后不怎么听我唱歌的朋友，我得解释一下，我的歌都稍微有一点 emo 啊，就是一个，所以来到我这边呢，就是一个静静的听歌，谢谢。好吧，下一首歌叫《玫瑰》，然后乐队老师辛苦了，乐队老师来吧。用青春变
坚持撑到回忆，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这两天今天上午，然后我又刷视频，然后我又看到一个小女孩叫关月莹，然后她是从内蒙来的。我其实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出来工作，然后面对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突然知道我做这个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我知道原来我可以给喜欢我的人或者看到我的人能带来一些力量，然后所以在这儿呢，我祝福那个女孩，然后你可以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在这儿也很感谢，真的很感谢有这么多喜欢我的人然后来到这儿。然后是我的第三首歌，是我自己的歌，叫想回到那一天。这是我第一次唱，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这是我的这首歌的首唱。那你们要记得啊，今天晚上还有一个节目啊，今天晚上也属于它有一个专属的舞台，然后去你们记得看一下，是不是可以说这个节目名？这个节目叫你好星期六，到时候你们记得看一下。我其实没什么经验，其实确实就是音乐节就是可以这样的嘛。那个我挺我就可以吗？这个可以的啊。那平常节目你不敢脱衣服，就是啊随便脱上。确实有点热，因为这首最后一首歌呢，它比较。马上啊，就最其实最后一首歌呢，是我精挑细选，就是我也是我歌单里比较开心的歌了。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呢叫《娱乐天空》，如果大家要会唱的话，咱们一整个咱们就接下来就是嗨一嗨吧，还是我这个人真的我亲爱呀，我就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这个事情太难拒绝了，我跟你说。但是我有留有我自己的小背心啊，可以哈。哦，还行还行还行。那来吧，最后一首歌，《娱乐天空》。都会唱吗？生活的艰难，战胜了我的冲动和让。
心里装着一片爱，和眼前的我远走远长。也许是承受不够快，也含着泪去变成了等待，表现的不安。有时候的自由来交换，这奢侈的晚餐。抓紧时间，咱们大合照一个。都能带着啊，准备好了吗？我们比个什么手势呢？我们来个这个吧，来，三二一，好了，谢谢大家，也辛苦我的乐队朋友们了，来吧来吧，谢谢，拜拜拜拜。